为了要补足鸡蛋缺口，农委会实施了蛋品专案进口，从下周开始，每周将进口100万到200万颗的鸡蛋，主要是供应给加工业者来换国产蛋，希望能让市场的鸡蛋缺口来缩小。而在继进口这个澳洲的鸡蛋之外呢，下一波打算要从土耳其进口，目前有一些国家也正在洽询当中。而在宜兰还有高雄，为了鼓励民众捐血，还送出了盒装鸡蛋，吸引民众热情响应。选鸡蛋哦！捐血车外排了长长人龙，准备挽袖捐热血。宜兰捐血送蛋活动事先在网络上传开，引发热议，还有民众呼朋引伴一起来。我很少在捐，很少啊。今天为什么会来捐？啊，他邀我的，听说有鸡蛋。为了蛋吗？妈妈叫我来。看到正品就是目前最抢手的鸡蛋，原定早上9点才开始，但7点就有民众早早来排队。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卖血换鸡蛋。你想捐血的话，送古早蛋哦。镜头转到高雄前金捐血室，也早在一个月前就订了100盒古早蛋，但因为缺蛋，最后只来了50盒。有不少民众捐血响应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没有了。至于台北部分蛋行，还是一蛋难求，鸡蛋早就全数卖光。我走了很远，我从那边很远走过来，市场也没有看到蛋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还有人提早打电话预定，为了补足鸡蛋缺口，农委会在今年年底前实施蛋品专案进口，从下周开始，每个礼拜将进口100万到200万颗鸡蛋，供应给食品加工业者，以进口蛋换国产蛋，让市场的鸡蛋缺口缩小。已经确认除了澳洲，每个礼拜会有固定的鸡蛋进口以外，那土耳其的200多万公吨也已经确定会专船泰国、菲律宾，更近下礼拜呢，应该会有100万颗以上的鸡蛋进来。继第一波先进了36万颗澳洲鸡蛋后，目前还有多国正在洽询中。只要谈定检疫条件，同时没有发生高病原性家禽、流行性感冒等要求，就可以输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